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花痴小妹，我是花姐。来，导演上东西。哦呦，这么慢，看看里面是什么。哇哦，有形有趣，尽在口里。这是什么东西呢？看着黑乎乎的。哦，好浓的一股水果味儿呀。还是倒出来给大家看清楚。哎呀，哇，不知道大家看出来了没有，这小小的一个个的。这个糖啊，闻着就感觉很好吃，果香四溢呢。哎呀，这一个个黑乎乎的，大家瞧见了没有，是挺着大肚子的小企鹅。哇，这么多的小企鹅，感觉他们在聚会呢。能想象着我身后应该有一座巨大的冰山。哇，小企鹅们，你们能够站起来吗？白白的大肚皮，黑黑的羽毛。哇，企鹅家族，给大家来个表演，让他们站着，给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看到了没有？强大的企鹅家族在给你们问好呢。老铁们，你们好，看到我黑黑的身体了没有？白白的大肚皮，俊不俊啊？什么味儿来着？哇，一个字好吃，两个字好吃，三个字好好吃，特别特别强烈的一股浓烈的水果味儿。